台东回响乐团爵士铁之路春季音乐会5月2号晚上在台东县政府文化处艺文中心演艺厅，由李成玉老师指挥，以小编制爵士团以及大编制爵士大乐团搭配投影，以剧场式音乐会形式演出。爵士女声吴清老师上台演唱《马楞公主》《马兰姑娘》等经典歌曲。2014年成立的台东回响乐团是台东县杰出演艺团队，团名中的回响蕴含有回乡的意义，除了希望给台东子弟有固定展演机会，也希望透过活动训练团员的策划与执行能力，为推广优质音乐而努力。台东所在综合报道。